喂，又是一个鲨鱼，这个可以。一只花盖蟹，石头蟹，大不大？可以，个头还行啊。今天第一个收获。嘿，你看，里面有个鲨鱼。声音挺大。这个鲨鱼感觉个头还行。来来来，出来。哇，你看，把其他人都吸住了。来吧，出来吧，你还不肯出来是不是？哇，这个鲨鱼可以吧？挺大的哦，应该微信多。呀，哇，可以。他今天可以哦。大鲨鱼是你，来，喂，哎，活了，哎，没了，活了，活了。哇，刚刚像卖一口气了，给抛没了，速度也太快了。里面有啊，你看那，这里啊，哇，这只声音也够大吧？大都大不出来，出不来吧？哇，这个情景可以吧？来来来，你想往哪里跑？哇，哇，看来今天可以的，先生哦，这只和大红母蟹够大了，起码有个一斤多。哇，看来今天要发大财了，一次200多又到手了啊、哦，看来今天可以啊。哇，刚才就有发来的节奏。近期以来，大鲨鱼、大红母蟹，哎，现在又有一个鲨鱼，你看，又有个鲨鱼，出来吧，还不敢出来，出来吧，直接给你套出来，你现在往哪里跑？又是一只大鲨鱼哦，这次应该有个大吸梁水草吧？还行啊、哦，洗一下，给你洗个凉水澡啊。哇，可以啊、哦，看来今天可以的节奏，又是一个鲨鱼。来，大鲨鱼、大红母蟹在哪里？喂，哇，又是一只青蟹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往哪里跑？哇，你看，看来今天真的可以的选手啊！可以，又是一只青蟹，挺肥的啊，个头还行。又是一次，发现里面怪怪的，别打假啊！今天我都没准备橡皮筋下来给你绑着，你不要在里面给我打假。大鲨鱼、大青蟹，接着来啊！喂，是哦。是石头蟹，我刚看有一只青蟹，还是一个蛋小的，游就好啊！来呀，大青蟹、大红母蟹在哪里？喂，又是一个鲨鱼，看来今天鲨鱼是挣得多哦，挣的挺多的。但是这个鲨鱼感觉有点小，个头有点小，给它放了吧啊！像你来过了啊、哦，你看，是不是水会动？对，我估计里面应该又是鲨鱼，是不是？又是鲨鱼。咱们平常说鲨鱼就是这种情况、啊。对，那就冒泡。来来来，出来吧，上一个。喂，哇，现在又是一只大鲨鱼了呀！看来今天挣了发大财的节奏哦。来来来，出来。哇，今天上一次挣得多了呀，又是一个大鲨鱼哦。我看比刚刚那第一个还要大，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可以。哇，起码有个一斤多哦。有。一两斤应该都有，很大，可以。又是一只鲨鱼啊，给你洗个澡。哇，可以，怎么样？起来吧！前两天你看没有都没有，今天一有货的，基本上都有货。继续来大鲨鱼、大青蟹，还是没有。大青蟹，哎，这个青蟹又来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以前你分哥你是没地方跑的啊、哦！哇，看来今天青蟹可以，三只青蟹了。这次差不多有个五六两吧、啊、可以有谁试啊，大鲨鱼、大青蟹，喂，又是一个鲨鱼，一个鲨鱼，哇，看来今天鲨鱼是剩的多哦，你看可多了，一个差不多四到五两吧，四两左右，还行，可以带走啊，来，给你洗个澡，捞到我的桶里来吧，进来吧，哇，看来今天可以的选手哦，看能不能更发财呀、啊、进来啊，喂，又是一只石头蟹，这次还有个蛋小蟹，这一次石头蟹感觉个头还行，洗一下看，还行啊，是一只赤小红，个头还不错，可以带走。大鲜蟹、大鲨鱼接着来，喂，又是一个鲨鱼，这个可以，哇，刚刚这个我手速过快，不然又给跑了，你干嘛？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可以吧，又是一次啊。哇，看来今天鲨鱼是剩的多啊，剩的够多，已经很多是鲨鱼了。
哇，看来我们这个九潭子吃饭了，上一窝这边来了，还是这个在季节上一次吃的多的呀。哇，看来可以的选手啊，继续来大上一大谢谢。哎，又是一只大小的吃东西，哎，个头有点小，个头不大，就不动你了吧。像你一点奶狗了啊，能不能来个收弹红啊？收弹红有没有啊？还是没有，空空的。兄弟啊，那我们这下去不少了，我本来准备在这附近再上上好螃蟹桶，那我们就不少了吧。走，赶紧上岸买鱼，不然一会那个船烧过来，我们鱼就来不及放了。对啊，按照这个情况，我们鱼再给他补下去，明天过来应该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我们这下赶紧上岸买鱼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收获，再拿几把钱。今天收获可以啊，来，赶紧先上岸再说，买鱼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岸边了啊，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什么收获了。兄弟啊，我估计今天周五可能是我放弃单子以来周五最好的一次，是不是？反正目前咱能够过来就最好一些。今天上鱼，我说的抓了很多个。对啊，我感觉比较多一点。两个上鱼，哎，三个，行，四个，这边有五个上鱼。连放了一个六个。连放了一个六个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大红母蟹，这次大红母蟹我估计起码有个1000多吧。有。很沉，光这一次就起码可以卖个200以上。然后还有人是个头一个大概半斤左右的青蟹，跟几个石头蟹之类的。今天这种真的是挺可以的啊，赶紧拿发大财了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先上岸去买鱼，然后就赶紧下来补鱼了，就把这些海货拿去买了。好，可以。今天说是又是大发财的一天啊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啊，拜拜，赶紧上岸买鱼。